我们现在已经冲上去了，别拿枪，拿这个。这玩意儿不会使啊！两个人打配合，很快就能学会。谢虎，快，快卸下来啊！ 这是哪来的友军炮火呀？是呀，小鬼子他们都退回去了。这到底会是谁呢？对了，一定是团长，老姜一定是跟组织联系上了，派队伍来接咱们了。大家听好了，等炮火一停，大家就冲下去跟团长会合，把小鬼子赶走。是，出发。 已经起飞了，哟西哟西，嗨！属下以项上人头来保证，一定确保试飞的成功。我们轰炸敌人内陆重镇的天照计划，指日可待了，哈哈哈哈哈！嗨！
来。五人军在哪里？他为什么还没来？应该还在路上，我马上去催。海军省试飞的轰炸机已经起飞了，叫他务必放弃县城，带所有的守备军来协助我们加强戒备，不得有误。去吧。嗨。田亮队长，政委。政委，怎么样？老蒋，我就知道是你。这么邪乎的办法，只有他能想得出来。我可不敢抢功啊。本来啊，这次我都做好了光荣的准备了，幸亏少卿你来了。咱们还真光荣不了，要光荣的是他。这小子怎么还是这个脾气啊？正门，你他妈也没子弹了。这回我绝不会让你再轻易的跑掉。
有输过，你今天也不会输。别过来！没事吧，夏俊哥？枪法不错啊。这么大人了还晕血，他没事。小鬼子飞机来，看来这天照计划已经是箭在弦上了。鹿儿啊，哎呀，你在哪儿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团长，几点？团长，这飞机都飞过来了，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告诉我呀，这是飞机，你还想把它打下来呀？这一劫也不知道少军他们能不能平安度过。我相信少军一定会有办法。零式呼叫塔台，零式呼叫塔台，我已接近目标，我已接近目标，请求着陆，请求着陆。太好了，飞机终于来了。嗨。也是受到司令部的重托，但负是非首任，义不容辞。哟西，果然是帝国的好军人，
那依你们所见，我们这个机场还符合海军省的要求吗？此处机场地势隐蔽，设施也很齐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嗯，我们一定会如实向上级汇报的。很好，哟西。不过在我们飞过来途中，在机场西南方30里的山中发现大量部队集结，似乎不像是我方军队，莫非是中国人部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万一要来骚扰机场，倒是颇为令人担忧的。将军，这是周围八路的彩，已经被山本少佐围困，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请将军不必担心。诸位，这边请。嗨。剿灭了八路，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解决，否则你就剖腹谢罪吧。没想到小鬼子的飞机来得这么快。是啊，也不知道他们要停留多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们虽然有天队长帮忙，人手多了不少，可武器装备还差得远呢，硬闯胜算不大。武器装备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这是什么？都还在我爹那里。那还等什么？试飞一旦成功，机场马上会投入使用，到时候小鬼子再重兵增援，我们想打就更难了。嗯，我很快就去。好，田队长。哎，你和你的弟兄们跟我们上鬼头国外围。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兄弟就跟八路干了，你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天生胆小，大刀冲锋陷阵的事儿就别让我干了。好，大家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少军，你这人大手大脚惯，到了39团以后，除了武器之外，最好把整个团都给我争取管。政委放心，我花钱大手大脚，拿东西也不会喊我。大家可别忘了，这屠狼队身上带的可都是好东西。好，行动。美玲知道要回39团，心里舍不得。过去欠你。我知道你很不想回去，但现在情况紧急，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回39团找到你爹，然后。我知道了，走吧，找我爹去。石原将军，请问我们明天返航时的轰炸目标在哪里？什么？轰炸目标？啊，是的。其实实弹射击也是我们这次试飞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轰炸目标随便哪里都可以，中国人的村庄、城镇都可以。既然是这样，我没什么意见。诸位，随便挑选就是了。将军，请稍等一下。怎么，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卑职不敢。不过既然要轰炸，为什么不选一些更有价值的目标呢？我大日本帝国昂贵的炸弹如果只是炸死一些中国的平民，未免太可惜了。说得很对，我们几个也是这样期盼的。
请看，从这里开始到这里都给我一举炸掉。嘿，可回来了，没事吧，孩子？啊！哎呀，爹，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这就好。田队长，按照咱们的约定，刘牧之围我们已经解了，您的女儿我们也完璧归赵。援助武器的事儿还要仰仗贵团。就是你，你们，你们，你们，没事。如约，这叫如约呀！啊，刘牧死了多少天了？还真把我当傻子了？你说。这几天把我女儿骗哪儿去了？怎么说话呢？啊，谁把你姑娘弄哪儿去了？是田光自己愿意跟着我们的，不信你问他呀！你闭嘴！爹，是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寻迹屠狼队的。屠狼队，屠狼队都敢去，还真不知道死活了你！把他们都抓起来！是是。爹。叫也没有用，他也不会放我们出去。我们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田振兴，田振兴，你他妈就是个狗杂碎！爹，你发什么神经啊？快把人给我放了！放肆！你可别忘了，39多人还是我当家。爹，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日军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了，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能耽误少军哥呀！你还少军哥，你看你叫他多亲呢你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失踪这几天，你一直跟郑少军在一起，是不是？你个不孝子孙，你爹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啊，就是想让你到时候找个好人家。可是你现在跟郑少军在一起，你们是不是那个了？什么了？哎呀，爹，你想到哪儿去了？你是因为这个才为难少军哥的吗？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是，我是喜欢郑少军，但是他心里喜欢的另有其人。是杜姑娘。那就更不能放。哎呀，爹，爹，我知道您是关心女儿，之前屡次不告而别，是我不好，你就消消气，消消气嘛。你，哎呀，爹，我知道您想替女儿出气，但是爹。您能不能等到他们破坏了天照计划以后，您再替我出气，好不好？傻丫头啊，那机场的日本军有多少人呢？啊，八路就算是去的人再多，那也是去送死。不可能，爹，我相信少军哥的能力。您这样做只能给别人留下一个耻笑我们的把柄。耻笑？我知道。哎，可是爹也没办法。爹，您扣押少军哥另有隐情吧？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和郑少军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层，你自个儿看看吧。八路军近期活动频繁，甲抗日，真扩张，亡我之心不死，责令贵部速速。辨清敌我，否则后果自负。
这什么混蛋逻辑啊！这个呀，不光是青城，在全中国这个八路的势头正在崛起。重庆方面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啊，我要是不制造点摩擦，给他们一个清晰的表态，我就是破坏了天照计划，我也是死路一条。爹，中国都亡了，要党国还有什么用啊？那爹的命是跟他系在一起的。爹只有对不住了。来人呐！来，把他给我抓起来。是。爹，你这什么意思啊？爹，把他关小屋里，不能让他走出半步。你干嘛呀？你们放开我！爹。丫头啊，爹也是没办法呀。士兵们，从今天开始，昼夜巡逻不得中断，严防敌军靠近。是。长野君，你带几个人到狼牙口去看一看，看看山本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记住，千万别让士兵发现。嗨。你怎么来了？我爹把我关起来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炸掉半面墙。人没事吧？没事。少俊哥，我爹说这次袭击天照机场不管怎么样都没有胜算，实在不行你们还是快走吧，
千万不能蛮干。铁路，有些事儿比命更重要，你以后会明白的。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留下来拖延我爹。少俊哥，我爹这次是接到了重庆的死命令，故意跟你们制造摩擦，再不走的话可就来不及了。快走吧。谢谢。雅露，既然你爹接到了重庆的死命令，那我们一走了之的话，你和你爹岂不是很危险？要不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回来再救你爹。不用担心，没关系的。杜鹃姐，我们俩的竞争，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会赢的。你要照顾好少君哥，快走吧。你保重。陆二，陆二，郑少君他们人呢？啊，已经走了。你糊涂啊你呀！啊，你这么做会害死你爹的，你知不知道啊？爹，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无法阻止天照计划。日军大举来攻是早晚的事，我们始终难逃一死。如果真的要死的话，女儿愿意陪着你一起。这个郑少君，这个天杀的，他都跟你说了什么花言巧语啊？他跟我说，有些事比命重要。团长，哎，怎么样？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回来了？武器呢？39团的援军呢？重庆方面向39团下了死命令，要他们跟我去产生摩擦。要不是田总姑娘，你们恐怕就见不到我。哎，只能靠咱们自己了。现在没有了39团的援助，我们的人数只有日军的1/3，别说是打败他们了，就算是牵制也很困难。我不想听这种话，就是把独立盘拼光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试飞的飞机再飞回来。报告，团长政委，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陛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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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再想办法。哪里还有机会啊？哎，不是，我就纳了闷了，这飞机飞走了不是好事吗？飞回来才是坏事儿。少说两句。天亮说得好，哎，好小子，我就喜欢你鬼主意上来的样子，快说说。我想请问大家，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那还不清楚吗？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小鬼子的试飞失败。
阻止他们的机场投入使用，也就是阻止天照计划的进一步实施。班长，准确地说，阻止他们的试飞失败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他们的试飞现在是成功了，这只是第一步，他们还有第二步。需要大量的燃料和武器装备。那现在石原跟五人有这样的原料吗？近段时间没听说有大量的物资运送。那么日本人下一步计划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补给。如果我们可以阻止他们补给的话，天照计划照样实施不了。那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清楚日本人从什么时间什么路线来运送这批补给。对，好，事不宜迟，杜远，从现在开始你要全力监听日军电台，哪怕他们往青城运来一包烟你也得给我查出来。是。老蒋，你忘了咱们的电台在狼牙口被小鬼子打坏了啊。东西还在吗？在，不过不能用了。东西在哪？在帐篷里。此事就拜托长官了，你务必帮帮忙啊。啊，不便插手。喂喂喂，目标贪生怕死的小人，开炮。住手！住手！住手！啊，你能不能别这么闹啊？啊，你知道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要这么着，我能把性命保住，可我这个团长的位置可真是保不住了。早知道你跟陆天山是一种人，这个团长不当也就罢了。胡说！那陆天山他是为了自保勾结日寇，你爹我好歹独自在敌后坚持这么久，那能一样吗？坚持了这么久，你扪心自问，这到底是谁的功劳？要不是八路军在外边拼死拼活的跟日军周旋，我看这个39团早就被踏平了。您真的这么天真，以为躲在高墙的后边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吗？我是您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生平安无事。可是您睁开眼睛看一看，看看这个青城，整个山东，还有一个平安无事的中国人。我从小是跟着您在部队里长大的，我见过穿着军装的商人，带着勋章的政客，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军人。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郑少君吗？因为在他身上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军人，他比您强多了。你以为爹什么都不懂啊？还我河山，守土抗战，那何尝不是爹的誓言？可是我现在，我身处泥潭，我没办法。你有办法，你可以拒绝重庆的狗屁计划，跟八路军一起联合去对付日本人。爹，如果整个国家都没了，就算我们存活下来，也只是多了一个王国。接近目标，准备投弹。3、2、1，投弹。
断完毕，正中目标，准备返航。慢点啊，实弹轰炸结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平安。爹糊涂，竟然以为这堵城墙能挡住我们不会被别人杀戮啊！可是最后还是死在这儿。不哭，不哭，洛儿不哭，爹没用，还我河山，守土抗战。我现在明白，爹委屈你了。爹，别怪爹，啊。你说的对，国破，家何在？爹错了，你比爹强。起来。
大小姐，现在团长死了，我们怎么办？ 该去哪儿啊？你再看一眼，你去的位置，不费吹灰之力，就扎塌了我们自认为坚不可没的三十九团。中国是最大，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从今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三十九团了。你该去哪，我不能替你们决定。如果你们想要离开，也没有人会阻拦你们。但是，请你们离开之前，好好的问问自己：你们是希望今后的生活继续提心吊胆的过在牢笼里？ 跟我们作对了这么久的人物，竟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混蛋，竟然精通日语。难怪之前总被他浑水摸鱼了。这一带已经被我们全面封锁，即使他们来偷袭，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全歼他们。但是郑少军精通日语。 要是被他混入防守部队，还真挺麻烦的。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得想一个万全的方法，防御这个郑少军。那么，您的意思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实在是英明。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我立刻去通报所有防御部队。哎，田队长过来了。团长呢？在里面。 团长，少军哥，怎么样？有什么消息？我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五人已经把北门附近布置好了，估计是咱们拦截补给的计划被他知道了。动作这么快，咱们本来就是以弱攻强，现在还落了个后手。妈的，这家伙倒是不傻。金山的大路宽阔，要想搞偷袭，北门是唯一的地方。哎，五人带了多少人？ 我去瞄了一眼，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但是听老乡说，小鬼子来的人太多，粮食不够吃，现在到处抢的，我估计至少四个营以上。这么多，力敌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巧取，要想一击制敌，也不是不可能。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车队到底什么时候到达，去早了呢？ 人家毕竟是四个轱辘，弄不好就给跑了。哎，见了杜娟吗？杜娟，娟，那个密电有进展没有？哎呦，真是要命！团长，我已经尽力了。这不怨你啊，我再想想。 别帮我琢磨琢磨，要不咱们还是从外围迂回的靠近北门，免得到时候车队一出现，咱们措手不及啊。嗯，好。
就这么定了。原地单位，是。天一黑，马上向北门靠拢。是。别难过了，刚才团长不都说了吗？这事儿不怨你。为了取这些情报，我还去了苏联半年，结果就这么几个字，我就怎么也破译不了。好了，别委屈了，你怎么还像上学一样这么要强啊？重庆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破译这些密码，你一个人能行吗？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别难受了。好了，你上次说要搞到这个样本就可以破译密码，对吗？现在愁的不就这事儿吗？我帮你想了一个办法，但是你去的话我不放心，如果让别人去我怕把事儿给办砸了。你还信不着我呀？不是信不着你，我担心你。行了，快说吧，到底什么办法？你要的这个东西青城公署有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现在就跟团长说。你现在去哪儿啊？青城公署又不是菜市场，你说去就去啊。不是，他们早就离开青城了，所以我去应该没事的。我走了。你听我说完。你怎么像二哥一样有勇无谋啊？你不想想，只要小日本在城里边留一个小队，你去了就是送死。那怎么办啊？如果你去青城公署的话，可以找人帮忙。这人就是我爹跟我娘，伯父伯母。对，你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会全力帮你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这个？那行，就这么办吧。你也别着急，你怎么老是这么着急啊？为了双重保险，我还是想跟团长申请，我陪你一起去。不行，五人马上就动手了，这正确人手呢。你就待着，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好，就这么定了啊。报告，口令方式已暗中传达给所有守军队长，军官们已熟练掌握。好，郑少军，我倒要看看你这回怎么混进来。口令的设置，属下实在佩服。如果不是专业的电讯人员，一般人很难理解。朕还要感谢死去的纯子，是他教会了我摩尔斯码。那我们现在可以坐等他们自投罗网了。这个郑少君是郑明浩的儿子，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原来这个老家伙的儿子根本就没有死，他太狡猾了，难怪我们没有怀疑过他。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要不要我去拜访一下？不用急，一切都以天照计划为重。咱们先见过儿子，再去拜访父亲也不迟。Thank you.
要牵制敌人，让他们内外夹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好，大家都小心点啊！小心点，好。好，全部蹲下！这些破东西，上好的猪肉，辛苦，走去火房。跟着。田队长。你去东面山上观察，一旦敌军出现，得马上报告。好。田洛，你就负责迫击炮。是。愣着干什么？谢谢啊，谢谢啊。你们辛苦了。少军哥，幸亏还是真的伙夫，要不然就穿帮了。干活吧。哎呦我天，给我这么多东西，那地流山刮的可沉死我了。你看这里。报告。进来。长官，果然如您所料，有一队人马混进来了。终于还是来了。哎呀！
鬼的衣服真的那样臭，还真像个鬼嘞！哎，死猴子！小金刚，准备好了。小九，这家伙在这捂着不开，我找个宽敞地儿去。走，咱俩走。团长，我们都准备好了，希望咱们能够有个好运气。运气？咱八路从来不需要这个。我明白了，我们靠自己。行动吗？要是等他们准备好了咱们再打，会不会吃亏呀？哼，你放心吧，这个郑少君是八路的宝贝，只要我们抓住他，剩下的自然就会投鼠忌器。那郑少君的家人，属下是不是可以动手了？好啊，你立刻回趟青城，一定要好好招待郑少君的父母。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我要好好品尝胜利的果实。嗨，我们终于见面了。其实我们见过很多回，只是你不记得。可是现在你落在了我的手上。打仗嘛，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从我拿起枪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怕过死。死？你以为我会轻易杀了你泄愤？你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就死的。我要让你亲眼见到天照计划的实施，
到那个时候，重庆也好，延安也罢，都会化作一片焦土。只有这样，才算是为了我的两个弟弟报了仇。哼，别说漂亮话了，我看你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吧，真可惜。可惜。作为军人，你的两个弟弟比你称职。你不但是一个失败的军人，你还是亲手害死自己亲弟弟的差劲大哥，你的仕途早晚会完蛋。胡说！我林木家世代的天皇忠心不二，建功无数。我林木家的威名，岂是你能随便败坏的？你还哪来的威名？你们荷香实弹数倍于我们，你看看你弄的这个烂摊子，不得不让上面调派增援。修个机场，有这么难吗？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你认为冈村宁次会重用你这样的废物吗？混蛋！掩护！我现在的位置看不清楚，好像是少军哥他们跟人打起来了，我要不要换个位置再看看？你别乱动，原地待命。车队一旦出现，你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是。团长，枪声是怎么回事？车队来了？车队还没来，应该是少军他们被小鬼子发现了。那少军哥岂不是有危险？我带人过去看看。不能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你要是走了，那炮火支援谁来负责？现在还怎么炮火支援？万一少军哥跟小鬼子打起来了，咱们这一开炮误伤了少军哥可怎么办？你再等一下，要相信少军的能力。军哥，就差那么一点儿，到底哪儿出错了？就是啊，哪儿出的破绽？我们送了那么多东西进来，卸得很完美啊。那个日军军官不是还给我鼓掌来着吗？哪儿不对呀？那不是胡人，是摩斯吗？我当时觉得哪儿不对，但吃不准。摩斯码，就是杜鹃姐在苏联学的那个。是，如果他在的话，咱们就不会吃这么大亏了。妈的！Yeah.
小鬼子火力太猛了。看这样，咱们根本坚持不到车队抵达。如果江团长过来救我们的话，会影响整个阻击计划。冲出去拼了吧！冲出去，才能杀几个鬼子。要是拼，咱们就得把他们全拖下水。全拖下去？就咱们三个？早知道把南瓜雷都带来了。南瓜雷没有，但是我们有迫击炮。迫击炮？可是田龙妹子在城外，她不知道这儿情况。就算她知道了，她也不知道该往哪打呀。所以，我们得让她知道。这下想不死都难了。哥俩，对不住。少军哥，俺们不是说好了吗？不论生死，俺们都跟着你。早知道在火房里多吃点了，小鬼子的罐头真的是娘的好吃。死胖子，还想着吃呢。认识你们是张少军的荣幸。临死了，捎上几个。必须的。田路，我是郑少军。田路，我是郑少军。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声音。现在我命令你，向我的方向开炮。团长，这是少军哥的声音，怎么回事？他是想激你开炮，让他和小鬼子同归于尽。少军哥肯定遇点危险，我们得去救他。不行。冲进去就是送死，何况只要日军的补给部队一到，内外夹击，我们很快就会全军覆没的。不就是死吗？我不怕。能当八路的个个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人要死光了，拿什么组织天照计划？我们在青城付出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再想一想。田路，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命令你向我开炮。听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讲儿女私情，再这么拖下去，我们会影响整个阻击计划，死的人会更多。田路，一个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向我开炮。你听着，我是一个军人，一个光荣的军人就应该在战役中有尊严的死去。请你向我开炮。田路，爱我就向我开炮。开炮！200米，急速发射。该死的八路，什么时候装备迫击炮了？向北50米。
向北50米。通信还能用吗？赶快联系十月将军，快！停车！都停车！将军。这是哪里传来的爆炸声？报告将军，前方不远处就是巨龙潭北门，爆炸声有可能从那里传来的。哦，喂喂，石原将军，长官，将军，无人机电。哦，无人军，是你的部队在县城作战吗？是，正是属下。巴格亚洛，我让你守卫机场。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军，属下察觉到八路想要在巨龙滩阻击车队，所以特地带人赶来保护将军。在与敌人的伏击部队交战中，我部遭受到敌人迫击炮的猛烈袭击，损失惨重，所以请将军暂缓前进，特派一部与我共同击退八路后再行前进。嗯，知道了。将军，是不是五人长官向你求救？属下马上派兵增援。你说什么？谁让你派兵增援了？通知后面的车队掉头不走官道了。将军，不走官道难道我们走山路吗？从山路去机场路途坎坷，而且都是土路小径，若卡车强行通过风险实在太大，还望将军三思。八嘎，现在八路在城门设下伏兵，我们还有什么可三思的？执行命令。可是将军，万一出了问题。嗯，出了问题自然有人给我们负责。嗨，喂喂，团长，听得见吗？车队过来了，但是他们转向了。什么？转向了？小鬼子车队转向了，一定是刚才交战暴露了我们伏击车队的用意。小鬼子想要绕路进入鬼头沟，剩下的就只是山路了。那个地方路窄的，别说是卡车了，就是驴车也过不去。这帮小鬼子又想干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都听好了，小鬼的车队要跑，不管用什么办法，付多大代价，也要把车队给我挡住了。跟我冲。好，走。